多业揭秘是什么？难怪业绩都那么高。为什么你的发油要写升不上设计师？我们这次任务终于成功了，我们找到一个大秘宝。嗨，我是史蒂夫。阿 K， 最近因为我们的新田店在装潢，所以全部的设计师都跑到我们一新店来工作了，每天都是一个爆炸的状态。那我看到他们每个人来都是拿着他的剪刀跟一台小工具箱，所以我们现在现场全部都是设计师的推车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设计师的推车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，除了那一些可能剪刀啊、造型品以外，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东西，我们来现场看一下。Go。没错，这是来自厕所的开场。哦，这台车很丰富哦。Debbie 的啦。Debbie 吗 ？Debbie 的。又有垃圾，又有什么？不要混。不要混，玉米爽身粉。不要混就是头发剪完，然后要把发屑清掉的那一种。作业机的秘密。哦。钱母。哦，作业机的秘密是什么？指南宫哦。指南宫的钱母。Debbie 在那边。难怪业绩都那么高。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啊？字还掉了，变成 Debbie。Debbie。这是哦，姓名贴。我们设计师都会做自己的姓名贴，贴在自己的工具上面，就不会被人家干走。还有什么不信？这是什么？科技海绵。为什么工具车里面会要放科技海绵？啊？因为它是卫生，所以它需要科技海绵这种东西，象征自己的地位。我们贴个 Debbie 认证。Debbie 专属。对， Debbie 专属。要贴在这里啊，那潮牌都贴这里。Debbie 专属。下面就都是一些他的推车，很多东西但都偏不了。对啊，他为什么要堆的这样？很多东西不懂，不懂。这是女生在用的，不懂。卫生棉，卫生棉。为什么这要放推车上？怕做客人做到一半，做到一半急需急需往下一台车前进。嗯，大部分的人的车都在这了。我的推车。哎，我看到一个，是谁的车？是王毅的。王毅的，这个是三小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诡异，这也是你看到了没有？它固定还不是用，它是用人家的头发，用人家的头发固定的。好可怕哦，这个好暗黑哦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无聊哦，王毅的车很无聊。Nick 的车有什么有趣的吗？车也超无聊的。你该不会车上有保险套吧？当然不可能，这么方便吗？不可能那么方便吧？这是谁推车？这个是苏苏的。苏苏的，我们店长的，应该也是偏无聊。苏苏是个很严肃的人。一本正经的。一本正经，一板一眼。像姓名贴一样的。跟 Debbie 的一样。你扔的在哪里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防压杠的。防压杠。很轻巧，他把这个染膏壳拿来，对啊，很酷哎，做一个防压缸的工作。这个小刷子是刷电卷的，刷这个啊，你示范一下给大家看，清理电卷，这样。哦，看起来就很不会清理电卷，因为我不是做推剪的，不做推不做推，每一个人都是产品满满。哦，可爱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打结书啦。哦，打结书，这有很厉害吗？哎，真的就这样梳开了哎。那是因为我的头发很顺。好好好好。那米恩真的是少女推车，它大部分东西都是粉红色的。哦，真的耶。都是粉红色的，粉粉的啦。下面就开始脏了，下面就开始全部都是坏。好了，我的车在哪里？我的车真的是没什么好看的，因为我平常都没在用推车，我就是直接背剪刀。他的车是最。我的车最拮据的那种，对，常常被人家当成垃圾桶。有的时候出差一个三四天回来，就会看到我的车上全部都是垃圾。最近我有一些违禁品。没有，我的车都是灰，真的也是蛮无聊的。发片，发片，蛮无聊的。十年以上了，这种刀子。我的助理好像有帮你整理过了，太棒了，不会那么乱。这是零三五，他已经忍住在台北了。米奇的米。哦，找到姓名贴了，再收集一个姓名贴。帅字的车。有他的 model， 他的狗狗，他用他的狗狗做了春联，哦，到处都是狗，爱狗人士，哦，还有戴阿佩，哦，这个专业咨询，咨询有没有认真，就看他有没有 iPad 就知道了。来看汤米，汤米，你的推车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？没东西，嗯，乱喽，看一下哦，渔夫，渔夫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他的店名叫渔夫，渔夫哦，在哪里？台北，在台北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杀虫剂。为什么你这样要杀虫剂？哎，我那是轻点推的。哦，轻点推的。如果是杀虫剂，我就要喷阿 K 了。这个一段一段的头发是什么东西？发片。我的假发片给客人看的。哦，好专业。你会给他看它的颜色哦？天哪，这样就对了。对，你要挑看要哪一种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泰国贝斯粉。泰国的痱子粉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它会凉凉的。蛇牌啊，这个是蛇牌，它是有加薄荷的痱子粉。
我这一堆法术、啊，真的很认真呢，一堆法术啊！看我们设计师真的不是什么上班帮你剪一剪就好，我们要做很多的实验，会把这种头发剪下来，然后染颜色，再染出我们想要的颜色，然后再套到你的头发上。我们来看一下卢志远的车好了，大 boss， 它这个是盖起来是哦，这东西很多哦，这是瓦丘利吗？它的电棒超多支的，请问一下，电棒这么多支都派得上用场吗？很少，到期要用哦。另外一种专业的程度，这是干嘛用的？挡脸的。哦，就是人家在吹头发的时候，不会让头发掉到脸上。我剪刘海。哦，剪刘海。哦，不好意思。我发现我们设计师都爱红色。没有啊，这个是那个时候很流行的、啊，这个系列很厉害，韩国离子夹，金光闪闪。对啊，玫瑰金的。这个推车太假逼了，他还放一本书哦。我是全英文的。哦，谁啊？这谁的车啊？看一下，这个叫做，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本是什么去了？可以的 ，Satin 的。纽约时代杂志推荐。哦 ，Satin 的，哦 ，Satin 的，哦 ，Satin 真的懂。他不装逼的。不装逼，这是阿炳的。阿炳的。偏恶心。不适合里面会有放一个月的早餐的那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要跟阿炳说，为什么？他很适合早餐放一个月的。阿炳的车偏脏哎。真的，全部都是灰。都脏的灰。是我们阿汪的车。阿汪的推车。特别东西应该都会放在这种袋子里。真的吗？它有一盒哦、喔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法式而已啦。法式哦，造型甲，好像没什么特别。那个眼镜哎，那个眼镜拿起来。就是那个的，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。疫情之间的眼镜。帅，你戴着比较帅，我就戴着这样拍完，然后看我这一集结束，我身上有多少多少战利品。这个也是很好用的梳子。阿旺，你的车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？没有哦，好，太冷静，我不懂。看一下还有谁，我们先去找维尼。维尼应该我先特别。对啊，维尼身上设计师没有多久，但他的车已经蛮乱的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的车是超整齐的。有整齐？那你没整齐？要不要看一下一半的推车？哎，我发现一个特别的东西，为什么你的发油上要写身不上设计师？你要看我后面，他整句话 ，model 业绩。超烂，升不上设计师。你这个都诅咒系，你该不会每一罐都写不一样的吧？都写。偷走业绩超烂，升不上设计师。你是多常被偷走？我就是很不懂，然后捡的。他每一罐都是写误偷，哎，误偷。哎，他是认真到做姓名贴，把诅咒做成姓名贴。偷走业绩零，太夸张了。他很会诅咒。偷走的人业绩烂死，升不上设计师。你好像都针对实习师在骂，在诅咒，是不是？两个诅咒，一个是业绩超烂，是给设计师的；升不上设计师是给实习师。哦。多重诅咒，有碰到的都诅咒得到。身份都没办法。人家看到这里，搞不好又以为我们整间公司都小偷。他很违和，偷拿业绩，你阿图安那么可爱，温柔的骂人呢，哈。好，我今天要收一张威尼的姓名贴走。滴滴，往下移动，充满诅咒的工具车。哎，这有一台新同事的吗？哦，新同事的车。怎样？你不敢翻新同事的车哦？哦，这个很厉害耶，哎，怎么有这种架子啊？哦，很实用哎。对啊，而且真的不会烫到。好屌哦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刷具醒觉剂。看一下蔡明仁的车好了，蔡明仁的车在哪？什么一大堆用过的卫生纸？没有啊，冷烫纸啊！蔡明仁也是在新田的设计师，这几天过来这边。听说他也是诅咒派的。对啊，他的诅咒在哪里啊？出米他有没有什么诅咒的东西？就是偷拿不还业绩领。业绩领还好，他不是有写什么下面抽？这个我可能没有接触到。因为自从特助都换女生之后，他就不敢写这种没营养的诅咒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是谁的啊？哦，一客人遗失的。好想看他假哦。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走去。好，我们给他假示范一下。看到他了。我们都不要讲。哦，欧巴桑，欧巴桑，你挂金箔来跳。想去你的车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？啊，不然你带我们去看，可能有 KY 吗？当然有。哦，两只招财猫。啊，柴犬，你有养柴犬吗？没有。哦，这不是柴犬，这柯基。哇，这个强迫症，你看。哎呦，真的。哇塞。想去的车很整齐哦。因为我们想去有洁癖，这个是钓具也可以用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个是给人家擦钓竿的。离子夹关掉可以直接擦。很多贴纸啊，很多贴纸。还有蒙娜丽莎、蒙烈奶莎、蒙烈。
了。哦，每一面都有。哦，这个也蛮酷的，真的是有洁癖的，洁癖的。看一下有没有公司的东西。结果我们假借要拍这个计划，其实是到每个人的台车上去回收公司的东西。哇塞，他是男生里面推车里面最整齐的，还有铺一条毛巾哎。哦，海伦的车，海伦老师的车，哦，卡哇伊，为什么要放在扣卡里面？怕他跑掉啊！怕他跑掉。护法小招，哦，这个就是护法要用几下几下，都什么时候用，在什么时间这样子。他记忆力不好了，记忆力不好，看小招。哇，在干嘛？我们来看海伦老师的车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？没有有趣的东西，要在里面找到不该找到的东西。对。我现在很紧张哎，最怕就好。没有啊。哦，这什么？护法油。哦，我想说怎么会带一颗宝贝球？按摩用的。按摩用的。啊，这个嘞，护手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设计师车里都有护手霜？这是要用的啊。手干干的就要抹上去。对，这样手才会一直漂亮。这个应该是要送给客人的吧？哎，怎么会在车上？抓包。这是要送给抓包。哪一个客人你没送？上次忘记给，我先把它收好。哦，可以，这不是公司的吗？我借用钱。他都拿一些公有的东西，然后带油放在自己车上了。很多人都这样，我没有东西了啦。你看我收的多好。哦，真的，刀片吗？刀片啊，刀片，不要紧张。紧张的是你，紧张，脸紧张，我感受得到你的紧张。没了啦。偏乱啦，偏乱。有啦，我们招财猫是目前最可爱。你有给它取名字吗？小黄。哦，好无聊。哦，卡特的哦，卡特的车，臭直男应该是偏无聊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。看有没有一些直男的东西。嗯，特别多垃圾哦。垃圾啊，都垃圾。多垃圾，真的很直男哎。嗯，蛮直男车。帮我上一个特效，无聊。电花914的车，新田电花914只带一个工具箱来啊。对啊，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我们来帮你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违禁品。没有啦。真的是。哦，绿色和平。捐款证明，捐款的。good 有爱心。我给大家看一下914的形象照，多漂亮！它就电花，电花。减法700，好不好？不接男生。哦，那他弟，这他弟，还问邻居呢。我在全家遇到他。这台车蛮精彩的哦，这台是谁的？尼克的。哦，尼克的车。看一下哦。尼克的车感觉很多不应该有的东西。感觉会有。我们来搜一下。哦，尼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他在喷那个的啦。我可以请尼克来现身说明。这是喷。可是我们可以用海伦老师示范一下。这什么东西？你不要管。你让我示范一下的，我知道这是什么，很漂亮，我知道这是什么，这个可以用掉的，你放心。例如说哈，好，你就站等侧面好。例如说，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发际有点高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就这样，好，哦，开始黑了。哎，不行，喷出布丁哦，我好恶哦。明明我的哦，而且很多都是公司的工具哎，这都公司的，妈的，我还带一只伞，怕下雨。对，它是暖男，他会帮女客人撑伞，真的假的啊？加分，这样收费加50吧。尼克的车子有点恶心哎，直男车什么都有，还有发票，就是不借就是简单直白。你看怎么会有人要诅咒人？不借就好了，不借就好。对啊，但你这支电棒也不是他的啊，他的车上就是一堆不是他的东西。真的，再往下移动，这是朵拉，朵拉的车。朵拉，你先自己承认车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？除了上面有草莓，卫生棉，这是大秘宝，里面有草哦。把它刚接法，也是偏乱偏杂，什么鬼都丢在一起。哦，这个是酒精，太干净。哎，就找到姓名贴了，再加一个收集，够了。哦，这台是小白的车。哦，哎，它是专门 buffer 啦， buffer 就是要有这一种。你看一个系列整排的，哎，它很从短到长都有。它很聪明，它吸在这边。哇，自己加装的哦，天哪，好屌哦。哎，我们今天没有。录这个影片都不知道有这么屌的加装哎，给各位设计师参考，这个可以加一个磁铁，然后就把这些全部都吸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大型海绵。这它是做渣男烫黑人头，所以它可以这样刮蓬。哦，要把它越刮越蓬。越远。哦，是哦。啊，这个我看他用过。等一下，我刚刚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有哟，怎么好像会震动哦？
这个是勾那个啦，勾发片，勾发片的，也是一个专业的职人感。你说刚刚没有收到你的车上有福德爷爷啊？带我们去看哪里有福德爷爷？福德爷爷，福德爷爷在哪？哎呦，哎，真的，你的车里有一个土地公哦。金星啊，金星哦，也金星啊，它放很久了吗？放很久。你每一年会把它拿去过火吗？会。真的假的？我随便问。你真的会拜拜，然后让它跪会？那你都去哪一间庙宇？高雄是有推荐的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去台南那个关子岭啊。关子岭，福安宫，有那个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票人去，有在保佑就对了。走，我们去找美人鱼。你也搁底下底哦。你今天还没开始哦、喔，你今天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哦、喔。收起来呀，我的。哦，很大一台哦、喔。哎呦，也太脏了吧！没，全部都是头发，你有没得清 A 吗？我没得清 A。不要修。今天给大家看一下美人鱼的设计思考。都笑我，怎么？笑你怎么？怎么？笑的意思是什么？笑有很多种意思，哪一种？比较肿啊。就超肿啊，好像是我。你说你本人比较漂亮。他本人是瘦的、欸。好像有哎、欸。这好抛哦，他眼睛好抛哦。美人鱼2010年入职的哦，妈的，这杯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好紧张哦。头发、法术，算还不错吧。哎，姓名贴，姓名贴来，而且还是别人的，为什么、啊？没有，不是我，我以前的名字，而且我是公主，我自己觉得我是公主，所以用公主的贴纸。没有要接。OK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你像你是用这个讲夹头毛吗？你是用这个讲夹头毛啊？还是用错的吧？想讲不起来。哎、欸，又偷公司，又偷公司东西。哎、欸，别人偷的比较夸张吧？每一个人都在说别人偷很多。这间公司是安怎？不好意思，想请问你们这个 TV 收卡线可以帮我找到我的两只染刷梳跟两个蓝碗？没有办法接受，因为我们刚刚在你车上找到很多属于公司的东西。等一下给你5分钟，自己把它清出来。这里都头发。哎、欸，不要用，我要累积的。超脏。我要用超。他自称太严了。太严，没有人敢拿太严。他自称太严。是我本人，以前大家都叫我太严。你叫熊检啦，熊检，太严。这里有一台好像时代的产物哦、喔。这边有时代的产物。什么？归纳的 USB 啊。哦，这么酷啊。USB 耶。热熔枪，纸人的，纸人的。这个真的时代的产物了，真的。还有染膏、特巴，这个很贵几啊吧？嗯，都一些工具啦，还是工具咧。好啦，我们好像就这样看完了。其实这个企划是不是本身蛮无聊？对，蛮无聊。就是让人家看一下设计师的车子上，除了一些专业的工具以外，可能还有什么东西。原本很想挖到一些大秘法，结果好像大家偏乖、偏无聊。但是我真的觉得应该会有人有蟑螂啊，但怎么没看到？少乔，你的车有趣吗？不有趣哎、欸，就一堆圆柱跟立式夹。哦，好无聊，听完就觉得很无聊。好、哦，看完了，看完了。对，很无聊。真的不相信尼克的车这么无聊，据我所知应该都是有一点东西的。我们刚刚是不是收的不够彻底？我觉得他一定有一些意识，要不然我们再找一下。因为里面比较没有空间可以这样，我想让它可以掉下来。真的不相信他的车上这么单纯。怎样？你又拿雨伞出来？你是从头到尾都觉得这支雨伞很可疑是不是？哇！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立刻老师报告有收获。什么？没有啊，那个是没有要没有给你解释。有收获，有收获。我们这次任务终于成功了，我们找到一个大秘宝，属于立刻的。那是从你口袋来出来的吗？好了，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里了。我们等一下，如果立刻要解释的话，再看他要解释什么。但目前没有要听他解释的意思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拜拜。阿基的战利品。我们今天搜查的战利品，四个姓名贴，诡异的法式，跟这个透明面罩。好啦，其实发现我们其实同事工作都蛮认真的，没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，都大概蛮正常的。那就这样了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哎，这是刚放的吗？哦。这不是你刚放的吗？哎呦，女生都不敢接近我，你一直把我的塑造成一个色魔，你找那种很乖的人看放才合理。不行，重新 save。